魏老师，尊敬的各位太岁师，所有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，下午好。我是最怕上台的，刚才杨平师兄把我摆上台也没办法，就上来跟大家啰嗦几句。我这个营销病也叫牛皮癣，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了。原来呢，我跟高云师姐比较熟，她在一次不经意的机会里面到江门学了这个长城诀，回来以后呢，她很高兴，她说，因为大家都叫我李老师，她说，哎呀，李老师，我终于有办法帮你治好你的腿了。我也很高兴，结果呢，他就天天跟我调，不厌其烦的跟我调。说起这个营销病，确实是很讨厌，很讨厌。我这个病呢，已经有十来年了，从2010年开始，我就没上医院了，因为医院没办法把它搞好。这是我的切身感受，我自己想办法去调它，比在医院里面吃药查服药效果还好，后来高医师也帮我调了一段时间，确实也有点效果，后来呢，就咱们广州的调整站去年10月1号开张以后，我是每次必去的，要是从那里那时候算起的话呢，我的那个义工时间绝对是超过的。可惜他没有学。我看到这个方法这么好，我就跟小梁师姐讲，我说我要参加这个学习班，结果他们说你没机会了，香港的名额已经满了，你下次吧。结果下次，我说下到什么时候？后来搞，我就说我自己去台湾学去。小蔡师姐就说：“你甭去台湾了，你干脆去香港吧，去泰国吧。”结果呢，我就1月份吧，大概是，我就去了泰国学了。广州的师兄师姐们，他们特别热心，专门去组了团去泰国，然后去不了的还想去，就是怎么样都是，不是现在咱们还谈什么条件。我只要能去，能不能想办法帮我联系上，然后我能够去就好了。当时真的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愿啊，但是他也是这样的，然后先去的是泰国是吧？后来香港做得好。去了泰国回来以后，就在家里面小试牛刀，首先拿老婆来开刀，结果呢，说起来很好笑。我告诉他，我说你闭上眼睛。安静地坐在那里，我来帮你调整调整，让你今天晚上睡个好觉。我说你闭上眼睛，手不要乱动，身体也不要乱动。结果呢，他不相信这些东西。结果呢，他就叫他闭上眼睛，我偷偷地看他的眼睛，那个手呢，动来动去，动来动去。我说麻烦了，这样怎么调啊？对不对？没效。调了那段时间，他还说，怎么说？那手摸在他头上都不知道你搞什么的。哎呀，对我打击太大了。我说你老老实实坐那里吧。结果他不听我的，我对我打击真的很大。但是过了两天，我老母亲已经将近90岁了。那天呢，他吃了一个橘子，那肚子闹肚子不舒服。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说。很难受，我不想吃东西也睡不了。我马上跟他调，大概就调了15分钟，我就调他的 C4、C3 跟这个肚子这个位置，调了大概15分钟。后来呢，有电话找我有事，我就走了。走了我就叫他，我说你躺一躺，休息休息，看情况怎么样。我过了半小时回来以后。
再看他，他就坐在家里面看电视。我问他说，我说母亲现在怎么样，我老爸现在怎么样，他说没事了，犯了几个大臭屁，没事了，他说好了。这次又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，长生诀确实好用。那么过了大概是一个星期以后，又有了一次表现的机会。那天呢，有表现就很高兴，机会来了。我这真是魏老师说的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。那天呢，我们五十多年的老朋友约好了在一个酒店里面吃午饭。有一个老朋友呢，他牙疼，一边的牙齿疼得很厉害，他说已经两天没睡觉了。那天看到他这边是肿起来的，起码肿了一个拇指头那么大那么高。我说我现在学了一门新的治病手法，我就跟你试试。我就跟他调 C7、还有这个牙齿这个地方调了，也就是15分钟左右。我这个人呢有个坏习惯，一站那里很不老实，我是这样站的，也就是平时人说站桩那个姿势。我就跟他调，调了大概也就15分钟，已经上菜了，就不可能在等你不吃饭，对不对？15分钟我就停了。哎，一放手我一看，那个包包肿起来了，好像滴下去了哦。我当时我没说，旁边的另外两个朋友都说，哎，你老师这招好像行不，你看到那个肿起来那个包已经捞下去了哦。被我调了那个人，他说摸摸摸摸摸，他说哎呀很神奇，开始的时候没什么感觉，过了大概5分钟左右，他有点刺刺的那种感觉，慢慢的放射到太阳穴的位置，后来慢慢就舒服了。他说现在已经那个痛减轻了4%，这个效果就相当好了。后来他说咦，真的消肿了，真的消肿了，吃完饭了完全不痛了。啊，这是我两次比较成功的运用长生诀的一些经历，在这里跟大家分享，谢谢大家。也谢谢你们，请留步。那既然机会来了，就占个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。既然这个，能不能再贡献一下？当初大家看他长得还比较帅吧？再展示一下他。但既然乙酰胆结石确实是很严重的，当时呢是杨飞。有杨师兄给他调的比较多，我呢就想他是男的，我还不怎么调，因为我喜欢把手放在人家身上，这个习惯不太好。后来呢，就杨师兄给他调的比较多以后呢，就好，现在他基本上不怎么自己调，他给别人调的时间很多。能不能把你这个现在这个流鼻血状况贡献给大家看一看？已经好了90%多了。大家要不要让他给大家贡献一下？咱们看看。来，我帮你拿话筒，给你。大家掌声，谢谢他的贡献。原来有颜色的地方都是凹凹凸凸，不平的，而且曾经有溃疡的。啊，现在呢已经完全是没有那种状况了，啊，都是平平的，很光滑，这个颜色还有点深。还痒不痒？啊，基本上不痒。还疼不疼？啊，不疼的。好，掌声。谢谢他的贡献，你们下去要把每个人的腿给他看一看哦，他都给你们看了。好，再次感谢我们的主持人。